八公省出公。宋圣基源自于客家人对文字的敬重，将文字视为圣基，也对使用过的字纸同样尊敬，需妥善收集后焚烧。桃园市龙潭圣基亭是目前北台湾唯一保有宋圣基古礼的传统，每年农历八月的第一个周末于圣基亭行古礼，祭拜仓颉等神明，经过上香、诵念、请神等仪式后，将收存的字纸送至亭内焚化，再将灰烬送入溪流出海，象征知识文明传播四方。过化存神也意味人们敬惜自己的观念，传达上苍神灵。宋圣基，宋圣基。